登我嚟深圳拍片，開唔開心？開心啊！帶住我周圍掟，然之後俾人跌翻眼皮，你啲眼鏡都換咗副新嘅翻嚟，有話唔開心嘅麼？咩一副啊，兩副啊，貴嘢嚟噶！我把聲已經死咗啊！今日我琴晚去同人哋飲完酒嚟，間你一頓擺酒。我真系翻今日把声有咁样。饮食饮酒学人饮，几好啊！呢、這个小弟弟帮我拿袋子，我操！可唔可以讲下我哋点识噶？吓、啊？倾下偈啊！你想倾啲咩啊？我哋点识噶？打球识噶咯，佢乜嘢系老萧带你嚟打球噶嗬？然后呢？我同你识咗好耐噶吧？除咗嗰日，好似又系之前又系打球见过。不过应该都系老萧带嘅。你带过嚟打球，然之后我被老萧打得好惨咯。那你喜欢老萧吗？你爱他吗？我不爱，谈不上喜欢。你要出吗这一段？弟弟，你跟我出来，妹妹不会在意吧？啊，妹妹肯定不会在意啊，因为她都还没有生出来吗？对。那跟姐姐单独出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开心，不用自己付钱，烦恼特别多，唔使男人俾钱，系咪特别爽？我以前覺得男生本來就係應該俾錢嘅，俾錢嗰種係雖然心有少少痛，但係至少證明你自己有嗰個素質啦。但係而家發現啊，原來女人俾錢可以咁舒服嘅食得每一餐飯，我食得理所當然。咁你又幫我拎袋嘅？拎只袋啫，閒事。你值咗啊？小事。你值了這個錢。你要知道咧。同老蕭出街咧，佢係唔會幫我攞袋嘅，只有我幫佢攞袋嘅啫。來，繼續說，那你覺得跟姐姐出門是怎麼樣？廣東話啊。同姐姐出門最好嘅好處就係攬袋，姐姐可以幫我埋單。今天吃了正宗的印度餐，小舒服。小舒服好吃嗎？你覺得？一個字貴，兩個字很貴，三個字貴貴貴。其實係好食嘅，只不過係比較。贵啲啲啫，佢杯咸柠檬水收32蚊啊！咁想问你平时同啲妹妹出街系咪你俾钱噶？咁咪废话，一啲辈分问题。咁你如果月入得3000，你点样俾钱呢？月入3000，你觉得我似俾唔起钱嘅人咩？唔似啊！你屋企家底咁厚。唉，国贸站 A 出口，穿过商场。上到嚟咧，过马路对面呢度就系啦，金光华啦，嗰度系嘉莲娜啦，咁呢度对面咧就有间叫做希隆大厦，嗱就系呢个，见唔见到啊？希隆大厦，入去就有一间隐世印度餐 ，Go， 点过去啊？嗰边过系嘛？上次带大家去嘅深圳发展中心。正对面过马路就到了，哎，见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宝莱坞印度餐厅。哇，好难找啊，其实真的。原来它的不是工厦入面的，在隔离的左边。印度餐。哇，这里。哇，好有 feel 啊。是不是第一次吃印度餐啊？是的，第一次来吃正宗的印度餐。佢真係好正宗，一睇就知好正宗。就覺得好正宗啦。仲有咩食添？嗯，好彩有中文啫，咩都嗌啲咯，好唔好？哇！啲人話比較偏貴，嗯，我而家睇到都係比較偏貴，但係60蚊一個咖喱飯係真係有啲貴，但係呢個價錢喺香港嚟比話就真係好平，可以試下啲口味好唔好食？Pani 唔知 Pula，Pani Pula 哦，嗱，將呢一個咁樣接落去之後就成嚿食，嗯，嗱，嚟示範下啦，好似dating咁啊，大佬，加啲汁仔，加啲豆豆落去，唔好咁多啊，你會爆噶，你會後悔嘅，加咁多，死啊，你啲加到多。怎么样？哦，可以啊，都辣辣地嘅，
口感比較豐富，最後尾有花生咁樣嘅脆嘅荷蘭豆，好食嘅。哇！你條女揾你喎、啊，鬧鐘啊！你好唔好意思？中起床嘅鬧鐘嚟㗎，我同你講，周末啊！你條女揾你，呢杯真難飲，對面嘅。就比喺香港嗰啲更加容易接受，證明佢唔夠正宗。香港嗰啲係好難接受嘅，但係佢呢個 OK 喎，我覺得幾好食喎。但啲嘢真係偏細份，超細份，$70喎呢個咖喱。呢個咁嘅咖喱，你咪試下我隻手板都冇咁長到。之後餅$30得兩片，$30得兩片餅呢個真係搖頭。但係試下好唔好食，好食嘅話都冇所謂。日本啲印度餐好好食噶。就是一個黃咖喱，好吃嗎？芝士餅沒有芝士味，但有咖喱好吃。我都第一次在大陸吃印度餐，有雞，有雞味，有很濃很濃的黃油味，但我覺得真的貴得有點離譜，香港價錢咁樣，幾耐本來就近你香港。嗌咗份餅好唔好？唔好，飽啦。我唔中意食呢個咧，係芝士餅啦。咁但係佢中間係有陣酸奶味，有特色啲，都幾好食。個咖喱最好食。我哋又嗌多咗碗米飯，佢係嗰啲長米嚟嘅，印度香米。試下僆仔，僆仔，之後撈咖喱食，試一下啊！一口聞啊，這個顏色真的很好看，而且這裡的店員竟然會普通話。好頹啊個飯真，好食嘅其實，個咖喱好好食，個餅都好食，但係就真係份量少得有啲可憐咯，都唔知點講。埋單。$201，我真的細估不到水都要$7雞，早知道我不開了早知道我飲嘢飲不香，點解我要飲水呢？無情的暴雨被落進的他，烏雲在頭頂會不停的下。